来到高知啦。那从台湾过来其实还蛮方便，就是到羽田再转一次机就过来这里了。那虽然搭飞机的路程还蛮累的，可是只要看到龙马本人，就觉得一切就是都值得了，辛苦都值得了。那我也蛮期待在高知的一些好吃的食物啊，然后还有漂亮的古迹，像高知城，然后还很期待看到那个海边的那个太平洋，跟台湾一样的太平洋。对，那我很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旅程。对，大概就这样啦，拜拜啦。哇，真的很兴奋能够来到四国的高知，因为平常这个地方我们很难能够直接来，所以这次能够来真的觉得非常幸运，而且很期待能够吃到很多美味的农产品，像是茄子啊、柚子之类的，而且也很期待可以看到很多美景，希望这几天都能让我就是很难忘这样。谢谢，拜拜。